唱。那么现在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好，准备好。好，现在我们掌声欢迎。Thank you.
在我心底的名字。那么每一次的键盘弹唱班，孙盈杰老师都会选用不同的歌曲来为学员们做课程上的搭配，有时候呢是耳熟能详的经典歌曲，那么现在这一首呢就是时下现在最流行的刻在我心底的名字的这一首流行歌曲。那么能够结合着时事啊，结合着我们的生活，可以看见我们逐渐盛大的课程每年每年会不断的在创新，正在精进。是的，刻在我心底的名字，人心是肉做的，用刻在我心底，哇，感觉非常的深刻深情的一首歌曲的展现，非常有意境，非常有内容。